观众朋友、棋迷朋友，大家好。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各位棋友带来的是2014 QQ 游戏天下棋艺全国男子象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这个精彩对局。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对局呢，首先大家也看到这牌子了，是由这个河北队，也就是金环钢构队的这个申鹏，执红旗呢，对这个今年的升班马也是厦门海燕队的这个主帅郑一红的这个对局。应该说厦门队呢，这个在前面的几轮当中发挥的还是非常出色非常的的好，对。作为一支新军呢，这个前六轮这一支率先，对。那赛完七轮以后呢，他们也是以15分的积分呢位居这个14个队当中的第二位对，那这个现在积分领先的队伍呢，还是后来居上的广东碧桂园队对，哈。广东碧桂园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厦门海燕第二位，然厦后门海逸第二，然后这个北京飞凯是第三位，现对，在当然这次比赛呢还很漫长的对，一共有还早着呢，20多轮呢，26轮之多，那是下的进三兵，车九平八马二进三，炮八平九，走成一个对，三不虎的局势。申鹏呢，大家呢可能多少也对他有一些了解这个来自河北队的这个小将，对，比较喜攻好杀这个力气量攻呢比较很大，凶。这个他呢就选择了这个骑兵的这种走法，骑兵的走法呢就是比较容易开放性。那么针对这个布局呢，这个郑一红呢选择了炮八平九。那个前两天我们也专门去这个厦门那个，等于是客场挑战这个厦门队，郑一红也是忙里忙外。对，我觉得这个每个队的这个，又要当下棋的棋手选手，又要当教练，然后还有一些事务性的事，确实，非常辛苦。对，也挺辛苦的。但是郑一红呢，应该说呢，这一次呢，因为郑一红以往呢都是当外援，代表其他队的，比赛多，这次他回到家乡呢，也很为家乡这个队伍呢卖力气，对，跑前跑所后的以海逸这次这么能支对，持，才是让对，一红有一个这个回归的机是，会哈。这个棋呢，就是说。赵云鸿呢，可能确实呢，就是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对这个流行布局呢，应该说掌握的不好。这招棋呢，就是这补象是老普这个棋呢就是容易走亏这个老普不好就走到这个时候，黑方还是应该走卒三进对，直接对，对，这个呢也是一些尖端的这个棋手认为也是势在必行的走法，因为这。等棋，如果你走马二进三或走象三进五，都是让红方呢比较顺利的呢达到这个两头蛇的这个目目的的了，然后呢黑方要想反击的话呢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棋呢要刻不容缓的冲，它拱，冲，然然后后再再去捉。八进四，那红方这个兵也没有往特下别，走，再往下走，它再再平平。车，这个棋如果红方兵进平六的话，黑方就可以车三直进五接斩失象，象了，这个棋也非常复杂。那黑方呢斩了象以后呢？这里边呢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反击，它将来一个是对，这边还吊着这个炮，卒一级车进三，还有这种思对。路那么现在的流行走法呢，就是红飞方呢边也象，是避开这个锋芒，然后对方把这个吃回吃来，回红来，方这个马八进六拐角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思路。对，这个棋呢，申鹏呢是比较有研究的申因为他鹏也经看常来这么走。那郑一红走呢？到了他喜欢的一个领域里面来了，对。郑一红呢，可能也多少知道这些棋，但是对这个棋可能研究的不深，他。所以他临场呢，就是想避其锋芒，选择这个老式的走法。但是这个走法呢，就是现在的眼光来看呢，就是就容容易易吃亏。落下风，对，这个时候他他选再择冲，这个等于冲，上马，红方这个跳马和黑方的补象呢，交换了以后，他再进行这个动作，我们看有什么这变个化变化不太一样了，就是本来这个马可以跳不对。上来的，吃掉，红方这个跳这个马就很好，它很简洁，对，这个是老谱老师，这儿有一马个六退回八，马交换，对，这个棋也是一个配合全局的这么一个非常精巧的这个手段，从中呢就是争取先手。回去黑守方为了住，不丢子，只能只能回退去车。守，这样是一个交换。其实这个棋局平稳，但是红方还是掌握主动。这个棋无独有偶在第七轮的比赛当中广东队对阵黑龙江队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例。当时呢是由吕钦呢对阵陶晓明两位全冠军的特级大师，吕老师呢走的是马八退六，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马八退六以后有马八马对，六进七这种这动作。个陶晓明呢
退役大师呢，他就直接选择对卒了，这棋走亏了。但我知道吕老师那盘棋赢了，是吧？对，就说另外呢，这个棋可能黑方还是要车三，必须要记一手。那申鹏呢，就选择了马八进六啊，这个直接直接就准备蹬你的这个鳖头马。那黑方这个弃卒也势在必行，因为你走其他的，你走什么这个受不了。对，这个弃卒是一个局部的好手。对，可以然后车三。哦，车三先捉。对。这个也很积极。对，你马向里边跳呢，它有车2平7来捉双。先弃后取。这个棋就是原来的招法呢，就是大家认为呢，这个棋也是红的好。但是呢，要想赢棋呢，也比较有漫长的战斗。对，就是蹬卒。就是简单交换了。那黑方也要蹬掉，他打一将，不是。他再补个象。对，之后的大致的变化呢，就是说红方呢形成多两个兵，但是黑方子弟比较快。对。那这么个结果呢，可能申鹏临场他觉得他不满意。那申鹏也许对这个棋局研究比较深哈，因为他喜欢这个布局嘛，可能会多一点。对，他选择了马六退四。这个走法呢，就是想保留这个局面的复杂性，我不给你简化。对。那黑方这个飞兵呢，也是势在必行了。对，飞掉。然后红方出车。对。这个时候呢，我想可能双方都进入了较为生疏的这个局面。对。给我的感觉呢，黑方还是应该先把这个象退了，是吗？因为这个象毕竟在马的口里。俗话说，我们这个象棋有谚语叫"子不立险地"。在这个危险地带待着呀，总是呢容易生变，容易节外生枝。但是我想他这个黑方是不是也觉得这个马，如果你要抓的话，这个象永远都不敢吃，他会不会觉得我永远有这么一个切双，所以我还不如节省一步棋的时间，就说。对，你说的，我觉得也可能庄英红临场有这种想法，就这样的棋子，尽管丢中卒，但是黑方子力呢，它的阵型还是比较工整的啊，应该说是可以啊，与红方呢这个周旋。对，所以他就没有下这个。就稍亏一点，但是这棋呢还关系不大。那他临场呢，他走的马2进4。他加快出子速度嘛。这招棋呢，就是多多少少呢有一点小问题，但是还不致命啊。对。接下来红方走车9进1。红方呢，可能也是感觉啊，首先蹬不行。对。感觉直接进车呢，又怕呢。守住也没有。他进车，他有可能怕他马7进6。哦，这么凶啊！他也有可能，啊，有这种担心。也有可能。因为你要是过了车2平6的话，他有个车2平4对车。所以申鹏呢，从这招棋的动向上来看呢，也比较含蓄。对他不想呢马上动手。对，然后先把这个左车先运出来哈。对，再加强一个进攻子力。然后看黑方怎么调整。是。那么黑方这个棋呢，他也是没有这个回象哈。他一直都没有。这招呢，这会儿回象倒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会儿回象，他已经多个平车捉。我觉得比较好的，对。先把这个象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这个来抓一下马，可能是比较好的，能与红方的对象先手的这么一种走法。红方如果这个马要往上走，你这个车呢就不通头了，是不是？对。那如果往上走以后，你对我的攻击力也弱了。如果对吃呢？你要先捉，我就交换了，是吗？对，我就吃掉你，你吃。你也吃。我估计当时郑一红比较顾及这个象，但这个时候呢，黑方呢正好呢有解招，他正好有一打。对，强硬的对攻。你蹬我这边，我就背后打象。你马自己在蹬，这个反而呢容易走出风险。对方这一平呢，又打车又打马，他这个将呢一打象，还反抽了车哈，对，那还挺麻烦。这个棋呢，如果你要是拿车吃象呢，那么黑方可以打中兵一将，他先多两个兵了，丢一个象也关系不大。对，而且这个车也能一步就出来，所以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个棋啊，这个分胜负啊，就是走一个小小的问题呢，可能还不至于输棋，对，不足以致命。就是这个时候，如果郑英红临场能够及时的呢把车调转过来，这个先把象的问题，这个棋呢就是整体来看呢还是可以的啊。那在临场当中呢，他可能觉得这个比较安全，他走了个知士，补了一个知士以后呢，就是贻误战机了。对，这个子力太慢了。这时候红方的运子就非常快了。对，他车9平6先捉，他马4进3跳，他然后一捉，红方挥车过河。因为你再上的话，这明显这个再上又丢象，他这个蹬很厉害。对呀，他下不棋啊，一打将怎么办？一打将，然后车就砍了。对，因为你只有炮九平六守这个点嘛，他把这个车闪开啊，这个棋大家体味一下就能够对。
那从感觉来讲，他肯定不愿意跳。对。但实际上呢，他跳呢，跳还是挺危险的。脚为顽强，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就是他蹬的时候，他马还要再跳，啊。反正在不，他比实战的结果要好。比啊，比就说你马三千蹬，然后他再马三千四，再这么。觉得挺悬的这个棋。但是临场的人总是不愿意这么走。对啊，这风险太大了。他觉得这个棋，就是这个棋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其实你蹬进来，我还有一个平局吃嘛，所以他感觉上不是很怕你踩这个象。嗯，这个地方呢，就是红方呢采用了一种比较简洁的这个走法，他就想白转一个象呢，占优了就好了。实际上，这个棋红方还有一个更凶的走法，就是走并五棋。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棋的时候发现这种变化。我们看啊，就是黑方这个时候呢，这个象呢，就是下步要蹬它啊。如果你要是吃掉啊，车二平五吃，这个时候要是蹬呢，它有车五。平七啊，暂时先不蹬，他先捉一下。嗯，下步棋蹬你，你这个底线其实还空着呢。那黑方呢，为了联络呢，他似乎呢可以走这个。哦，就边上换是吧？对，那红方这个时候也会，就即便换掉也是丢了一个象啊。那这儿丢一个象呢，对于黑方来讲呢，就是伤害呢不是很大。哦，他还能周旋，比如他飞你一招啊，然后他将来马六进四啊。嗯，好像你也还是多少有点问题，一吃一蹬打一将一蹬象，你补个士，他回去一拎马，还是差点意思这棋。对，但是红方走这个呢会更完美，更好是吧？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招棋呢更直观，他吃掉，他只能吃，是不是？对。然后红方用马三进来蹬。哦。这个时候这个车吃这个马，然后这个马蹬着这个马，那黑方这个很妙，为了不丢子，他不能上，上就白蹬了，他只能这么连。这么连的时候，他这个两个象呢就孤立了。对 对他不是用马蹬了，他现在平炮打。平炮一打啊，很妙的。要带将打了，然后再把这个象蹬了。对对对，这样一下丢两个象。或者平局捉。对，没错没错，嗯。就是总之呢，就是红方的兵五棋呢。是一个很凶的下法哈。但是也是在终局作战当中一个局部的一种手段。对，但实战呢，那个申鹏就是力图简洁哈，他也是先捉了一下。对。啊。他是可以说呢，这盘棋的最主要是黑方呢，这个象啊没有处理好啊。嗯。黑方呢，就是看到这个丢象了，就是想啊，赶快把这个子力呢啊。对他本来刚才以为不会丢象，但是现在丢了之后。红方点一将。赶紧。争取简化吧。举棋退四。嗯，回去。这样的棋呢，就说红方呢牢牢控制了局势。对对对。主要黑方这个子力啊不好动弹。下得很干净了，这个地方。那么就是由于少一个象，位置又差，这个棋呢就不好合了。对。那顽强一点呢，可能黑方应该走车二平五啊。哦。他走这个退马呢？这退马是坏棋。嗯，让红方又先手这么一跳。对对。可能郑一红临场呢也没有这个，就觉得这个棋大势已去了，所以马五进四速溃了。对，所以他走的也不顽强了。对。然后等于吃。之势。然后一捉，这个等于速溃了，又少兵又少象，对吧？这个就没办法了。后边的招法我们再给大家摆一摆。他先卒一级，冲，对，杀一将，不是，然后这个最要命的，马四进二有一蹬，哎，这一跳呢，对，他又把这个象的这个蹬死了，车二平四手，对，这个都，他先补了一个，对，就说他什么时候蹬都行，对，他也跑不了，对。这个棋下到后面，我们就给大家把这过程再简单介绍一下哈。下的还是挺好看的。嗯嗯，可以抓，红方一蹬，又一踩，对。红方这个两个马运得很好，对，他又一跳。他转了两个象以后呢，两个子力呢保持联络。这个棋的就是方法就是，把马呢生根了，然后想办法呢，再逐步推进，把兵呢再吃够了就可以了啊。然后慢慢兵配合就行了。他现在马六进八。嗯。平局这个因为将位也不好了，所以对。红方马四退六。对，马四退六。嗯。然后他平炮吊住。嗯。这个应该也没什么大用。对。嗯。他吃。哦，他是先走了一个进将。啊，他先进了一个将，他一吃。嗯。哦，他平炮一丁。对他让开，这个棋已经够了，就换掉也够了。对对。平局局棋平五。红方马六进八，马六进八，这儿他不能打，对，打了一将，这个底下跳车了，嗯，这儿呢，就是说他又走了两步就认负了哈，对，他就又一蹬，这个也很妙，对，嗯，对，嗯，他进去捉，退了一下，就说也没有用哈，对，
这个棋就等于是红方多兵多象哈、啊，嗯，应该说黑方是大势已去，套了平八，对，最后一步棋红方，对，他一走这个，嗯，车九平八，嗯，而将五平四，那再一将，对，一将一进来，他这个牢牢的一守，嗯，这儿红方的位置也太好了哈，红方也就求死人负了，对，全控，就控制这段还是控制的很、嗯、很到位的。这个棋呢，最主要就是黑方呢这个象没有处理好，嗯。中局呢丢了一个象以后呢，这个形势呢急转直下。对，那好，这盘棋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稍后呢还有精彩的对局再带给您。那接下来带给大家这盘棋呢，还是跟这个申鹏有关哈，还是这两个队的教练。嗯、那在这个金环建设对阵厦门海翼的时候呢，虽然申鹏立了战功，嗯、但是这个海翼队的陈洪胜战胜了河北建设，这个金环建设的刘明、嗯、为这个厦门队扳回一城。那两个队打平，要进行加赛环节。这盘棋呢，就是两个队的加赛，我们来看看加赛快棋，对，实加实的啊，对，就是说十分钟包杆，然后。每步棋加十秒，对，也是比较快的啊。但这盘棋下的还是非常精彩的。对，嗯。党匪呢，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我们也讲过他的棋啊。对。这个。将二进六，这下的是左马庞罗。今年呢，也是代表厦门啊，新加盟厦门队。两盘棋。这个棋呢，就是说的比较流行啊。然后黑方走车级，这是最近呢，无论是网最近下的挺多的，还是专业棋手当中呢。后手呢都采用的很多，对，这个后手比较激烈的一个选择，嗯，目前来看呢，就是红方最激烈的就是走兵五进一，然后他冲平车捉捉，然后他就哦冲再冲哦，然后红方也再冲，这个棋呢双方就是说的都是有棋可下、嗯，操练了很多盘，对，好像红的胜率高一点，但这个棋也确实很复杂，嗯，啊，挺凶的一盘棋，像这个红志啊，这个。这下这个棋呢下得非常好，他比较有心得啊。嗯。就是有很多吧，好手都喜欢。他这个时候申鹏下的这个变化是炮八进三。这个比较稳健啊，嗯、想走不进去、嗯。我们这次加赛快棋呢是有两台快棋。两盘同时下。啊、那么这个申鹏呢，这个他又抽到了先手，他就想呢先手呢争取呢创造一些机会、啊。对。确实他也创造出了这个机会。这个。继棋和炮之后呢，就是当黑方拱这卒的时候呢、嗯，红方有这么一个打中卒叫杀的先手，对，然后先手把这个车呢，通过叫将呢，躲开马脚，然后再吃掉这个卒，对，嗯，这个的确实构思呢也是很炮八平五，对，太老早呢是有走炮二平五，炮二平五，炮二平五呢容易吃亏、哦、啊，那炮八平五呢，他也是走了一个这个，对，他主要是为了八路车这边通畅，嗯、对。然后将来有这个反击，嗯，然后黑方走十六进，十六进五一手，他这时候避让了，对，他没有这个棋呢，就是啊，到了一个哈比较关键的时候了哈、嗯，就是怎么选择的问题，嗯，一种选择毫无疑问，红方兵三七拱、嗯、是可行的，嗯，但这个棋呢，也有人下出来了啊，在去年的三大联赛下出来了。这么个结果呢，就是红方肯定多兵呢，还是占一点优势，但是由于这个子力简化，红方剩两个马，而且的这个马有点慢哈，还受制。想进一步发展这种优势呢，嗯、就比较有难度难、嗯、哎。所以说，这个棋呢，申鹏呢，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对这个变化呢，他不满意。对。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棋不容易给对方纠缠，所以下了一个他就选择了这种冒险、另辟蹊径的招。哎他想弃子求功啊！对，这个棋呢也是在专业棋手当中出现过了。嗯，那这时候党飞下了一个车八进四，挺神的一个。因为在去年的这个嗯象甲联赛当中呢，我们这个北京队的这个金波对阵江苏队的王斌就走的这个棋、嗯，王斌对这个棋也很熟悉的，也是比较心得。啊、对，然后车八进四还是一个神的招、这个。嗯，这个棋就是暗保这个马，嗯、然后呢带有闪击，对，不是。他也有走十四进五，这个棋呢，他然后马六进八，嗯，又一跳。如果走马六进五、嗯，这个棋红方可以占优，一蹬一蹬，一吃一蹬了，他不怕你抽，你没东西抽不到，嗯，
抽不到什么死，就是红方可以稳占便宜啊。那这样呢？那这样等于是黑方呢，肯定能得一个子。得子了。嗯。这个棋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党匪啊，确实呢，布局呢研究有素啊。对。他没有采取这种直接吃的棋，因为吃的话，红方9匹8又是先手，将来红方有可能把这个兵能吃到啊。就是红方呢是打算呢弃子呢夺势。对。那么黑方呢？其实他速度非常快。不给他这个机会，黑方还不吃这个子儿，暂时他都抛出去打一步先，凌空去打。嗯。那红方也没有去吃，所以这个棋这个棋就很玄妙了。我们就要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不吃？他如果吃的话啊，嗯，我们来看。那么黑方呢，他是走什么？他走这个棋，就说这个中炮啊和这个中兵是红方进攻的一个啊堡垒。嗯，黑方要全力以赴呢，给他这个啊，就是削弱他。他如果那个丢子，他都宁肯有个中炮和中兵，对对吧？居平次。他现在这样呢，就是说下步棋呢，你这个马也不好逃。对，他一个是吃马，还有一个马八进六。对，马八进六也是这个很大的威胁。对，所以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呢比较满意啊，黑方这个弃子。就本来是前面是红方弃，然后现在黑方黑方弃一个，所以这棋很精彩。对，所以这个变化呢也是耐人寻味。对，那么这点呢，他一打呢，他还不理，没吃，然后他再打一下，吃了他就知道他要弃子了，然后他再回来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给大家讲快一点。但是大家体味这个棋呢，应该还是挺有趣的。他这会儿吃了。这儿的黑方呢，便宜多走了一个炮是一。对，就是炮先生根了。当红方车再出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先手了。对。但是红方还是这么走。对。然后黑方呢？七八退三了。这个棋呢，本来也有很多种选择啊。嗯，比如说冲下来什么的。对。那么黑方他就选择了这个比较稳的走法。就准备对车啊。黑方呢，党匪呢，这个。应该说呢，他这个个人素质也是挺不错的哈。嗯、这个盲目棋也非常好。对。本身呢，他也是在这个武汉大学呢，这个大学毕业了。这个一般下棋呢，这一般上学。然后他呢，就选择的这种走法呢，就比较稳的一个下法、就是容易操控。对。红方呢，申鹏是老想求战。啊。他就避其锋芒，然后他飞，然后这个时候呢，了他车八平六。那红方车六平七，车四平三，车四平三，他又车六平七。其实这个棋啊，黑方啊，要是可以考虑飞了，是飞起来是吗？哎，不过像黑方多子，也不错。对，你吃。